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是在小米秋冬的这个发布会现场啊，这搞得好像跟时装周似的，但确实是下半年小米整个今年公司非常大型、非常重要的一次这个新品发布会。那么这次呢，发布了两款新产品，第一个是时隔将近两年之后，将近九个月之后的这个小米 Note 这个系列的迭代，第二个呢就是另外一款非常霸气的这个 Mix 产品。这个视频呢，主要是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米 Note 2的上市。那么这款产品呢，实际上是对我来说印象是非常深刻。我就第一次看到它的时候，大概在2014年的年初上半年。我看到那款产品之后，我记得我第一反应就是，小米 Note 应该是我第一个愿意去日常使用的小米手机。也就是除了特点之外呢，确实我认为它在产品设计上、工艺上达到了很高的水平。那么这一次呢，差不多两年之后，小米发布了这个另一系列迭代产品，小米 Note 2。由于和它的改变。可以说今天在这个视频当中会详细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么一个介绍。包装呢非常简洁，不单色包装，也就是说大家在做这个本身的一个形象，然后在这个发了最新的愿望。那本身硬件实际上应该是一个老式的一个工程吧，虽然有一些会有一些 bug， 比如说这个稍微打印的不是特别厉害的地方，但是我们说大家首先看看大样就可以了，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正面的。那么包装下面，比较简单，就是附送了一个厚实的塑料壳，很简单的一个普通塑料包装，没有什么特别 fancy 的地方，放上去，感觉这个你应该买了这个手机的人，正好的这个品质感也不太会把这个壳套在背上。anyway， 它被我送了，还是给它交代一下。然后呢，里面就是通常充电器、卡针和说明书，里面 OK。那么这次这个 Note 2本身呢，确实是给我的感觉和第一代非常像。你第一眼望上去之后，不像是小米做的产品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有两个地方。第一个就是本身的这个整体的设计感和这个样子，和现在整个的这些高端的旗舰，就是 Note 系列，确实非常非常的相似。而且呢，这个在整个工艺的制作和材料的选择上面来说，也是很有品质感。说实话，我最开始拿到这个 Note 2的时候，没有感觉到它是一个小米做的产品，因为通常我觉得这个，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设计呢，它是一个并且呢，这个采用 OLED 的屏幕，应该是一个比较难做的一个工艺。我理解可能是在设计图上比较好看，但是真正的做工工艺上，国产的，但是我拿到了之后呢，还是觉得这个机器就是配置高很多。举个例子，第一个就是整个玻璃上的平面的。玻璃和金属边框的这种衔接的地方，它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考验整个曲面的圆滑过渡和手感的，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它的手机成果质感。那么我们和这次和这个三星的产品相比较，它在整个边缘弧度过渡的时候呢，过渡的不是那么的猛烈，那么它整个边框呢也是刚好沿着我们这个三 D 的玻璃的这个趋势，并不是特别陡峭的，切了完之后直接就这个旋转拐角。所以握在手中的时候呢，会感觉手机呢更薄一些，比这种垂直的过渡感觉更薄一些。然后四周呢依然是用这种简化的工艺啊，或者我们这样简化的方式来给这个面部上色。那么手中这款产品呢，实际上是冰川银色，这次有两个颜色，一个是亮黑银色。玻璃底下的偏离灯膜，膜的颜色是介于这个白色和蓝色之间，感觉看起来呢，像白色在一些光线的照耀之下，它在日光的时候，在日光之下呢，然后它的一个变颜色变化，然后显得特别的中性，颜色也淡一些，看起来会更加的这个特别微妙，更加高冷。正面呢，比较明显的就是看到这个后面旁边的这个面板的配色不太一样，因为这个。
两个正面说了一下自己的这个做法啊，会有一定的色差。那么这个我们的其他同学大家手机都已经会见到过了。整个手机呢做起来做工非常扎实，不会有特别的这种松动感，感觉连接翻或者说这个贴合不紧的情况啊，像是掰它，整体硬质感非常强，非常结实啊，握在手中的这个手感也很舒服。旁边这个按键的做工呢，感觉还是非常的这个结实，但是我觉得从审美上来说，我不太喜欢的是背面的这个摄像头的圆形的设计啊，这可能跟相关的整体这个设计有关，因为它是一个双曲面的这个设计，所以说它希望能够去迎合这种弧线和这种圆形的最后面的这种圆形，但是我的感觉是，这种方形可能更加好看一点，可能后面就稍微做了一些调整。确实看上去之后乍一看，真的是不太像是小狗。手感上可以说是突出了很多，而且在配色上我感觉审美也上升一大些，但是很遗憾的是我现在在手上这款是银色黑色的大半，它的内部的感觉非常的不少。那么在 ROG 上呢搭配的是最新的这个 MIUI 8，那么这个在整个曲面的这个设计上来讲呢，他们也做了很多的这个软件的工艺和这个调整。那么但是我们这一台呢他没有把那个 beta 版本的 ROG 拿过来啊，因为 beta 版本的话，它会和那个我们见过的其他区别屏手机一样，它在三星的旁边也会有一个侧面栏，但是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不是在这个系统底层内部，它是就像一个屏幕的主题，只要你用了这个主题，它就有一种边框，再用一个主题就另外一种边框，就是给大家更多灵活性，同时能保障它的这个功能性。那么整个这个整个手机设计四大亮点，当然还是这个双曲面的这个设计，大家看起来很像一个两边。自然过渡的一个薄薄的一个设计，但是难点就在于它如何用 OLED 的屏幕去来做到，那就做到这一方面。因为我们都知道 LCD 在结构本身的限制，导致它不能够贴合在这个非常完美的屏幕的屏幕。如果要想一定要贴的话，也不是不可以，但是你只能贴多了一个中间这个旁边这个弧形的部分，就是黑色的这个大黑边，我觉得非常。那么这块 LED 屏幕呢，当时是有胶带 LED 屏幕呢，还有三星的屏幕，因为现在我们能够将 OLED 屏幕亮起来的，就只有这两个。但是在从技术上来说，就是三星的做法直接将不同的像素分离到那个基板之上，所以我们说再通过这个 LED 屏幕上一个 RGB 的这个基础上去发光，好处就是说它的这个光线本身就是不能太亮啊，就是亮。总体来说，只有三星的屏幕能掌握得了。LG 呢，过去的做法，它是通过一个白色的一个 OLED 屏，然后在上面再去铺一层这个 color filter， 就是叫颜色的这个滤光片。那么这个和 LCD 的这个原理非常像，就是 LCD 其实在你贴滤光片之前呢，它就是一个白色光段，它并不能显示颜色。那么这两种差别就是 LG 的这个屏幕呢相对更简单一些，但是呢，它的这个亮度呢会稍微差一些，因为本身 OLED 它的这个发光的亮度不是特别高，再加一层 color filter， 导致它的亮度提升，包括像素等等都会比较难。Okay， 所以这一次是具体是哪一个呢？因为我是现在上手啊，没有在这里一起来看，我们还不是看得特别清楚，所以说我们要回去再详细的给大家做一个判断的一个讲解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这样的一个设计。下边这个白色的这个底层基板之间，如果你真的把它合拢，有可能会有一些防伪或者一些透明，所以我们仔细去观察这个边缘。我现在看到的还是没有任何这个去这个错位的角度，发现就是说从观感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所以并不能说这个那你用这个材料，我觉得这整个屏幕是我们这一次最厉害的性别出来。那么另外一点就是说，因为它是我们现在的屏幕边框的话，现在看到是比如说我们整张白色的边框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白色的这个 OK， 我们可以看到旁边这个边框的这个黑边还是非常非常的窄，几乎是整个显示的区域和我们看到这个边框是融为一体的。那么由于我们讲了，就是说它的这个整个背面的曲面屏，它这个弧度有点类似于这样下去 ，OK。那么三星的是这样，就是它的比较陡峭的弧度，所以
比可能三星那个视觉上来说会更加的收敛，导致我们看到的这个边框和金属边框的挑战。这个呢，由于两者各都很短，那这样收的比较平缓，或者是比较的一个平顺的时候呢，手里边手感也会更加轻薄，握起来会更加的这个舒服。这次相机呢，采用的是这个最新的318的这个三摄，这个三摄的特点呢，它是同时可以将这个相机对焦和把它对焦进行一种平面。原来我们经常见到的这个把它对焦、相机对焦，通常是分开的工作。比如说我们在光线比较好的情况下，来做一个相机对焦，因为相机对焦也比较会比较快，会比较重，但是它的相机的局限和风险，在光线不好的时候。这个相机呢，它可以三种，第一个可以把大家对焦的相机同时一个像素的变高，单个的变高，这个像素的这个提升，或者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比如说我们在无线的光线比较好的情况下，我们在开光的时候，它是把它对焦和像素对焦同时工作，意思就是说它先用像素对焦定大概，然后再用反差对焦去精确的去这个匹配对焦。那么好处就是什么呢？它最快可以在0.017秒之内去完成对焦，甚至0.03秒 ，depends on 环境的一个变化，会有一些差异，但是非常非常快。那么所以说这个就相当于是比你单独用这个相位对焦要更加的过瘾，或者说更加的一个体验上会更好。那么这个条件上来说的话，因为它这个和 S3的方案不太一样，用的是这个高像素的这个配置。我理解的小米这么做的原因呢，可能还是出于这一款。旗舰车商务旗舰定位的这个考量，因为明显商务人士呢，和这个商务人士的在使用过程当中，更重要的是一种身份感、仪式感和品质感。那么可能对于整个本身配置的这个参数的这个档次要比较大，所以说无论它用不用得到，它一定是要更注重的配置。这个和这个sensor 一块用了2200万像素，6700万就是可以用2200万，更有利于。产品的定位，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处理器的821，821和820的差别，这个821有一个续航版和一个性能版。那么性能版和续航版的主要差别在于，就是说那小盒的这个超频的这个幅度是不太一样的。那么续航版呢，它的这个小盒的这个初始阻力低一些，你超频的时候呢，可能超到1.6了不起了，但是呢，这个性能版的话呢，超频的时候能超到2.2，或者说能够超比这个续航版更高一些，导致。我们在开 app 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们那个打开手机，打开某一个 app， 我们在这 app 启动的过程当中是非常消耗这个手机的一个各种资源的，它就可以把超频的效率提高一些，让整个手机的这个载入的速度更快。这是它和这个续航版和这个性能版之间的差异。和820之间的差异呢，主要就还是之间的差异，在产品工艺上来讲，和这个价格上差别并不大。但还是那句话，编码提高了，对吧？下边用这个接口，主要是用 Type-C， 下边是一个充电线，因为现在我们被这个 iPhone 搅了，也现在不敢下定论了。原来看的这个就是电竞机，现在可能是一个是喇叭，一个是不知道的，但总之这种外观质量是一个最顶级的一个足够。那么总体来说呢，现在我觉得这款手机。Yeah.